Hello， 大家好啊，又系我阿多华。我今日又带大家去到大埔市中心呢边去参观一个上车楼盘翠屏花园。屋苑1986年入伙，一共有四座，是区内数一数二的上车楼盘。楼下就是大埔中心巴士总站，有出九龙、香港或者新界的路线，而且还有街市，无论买新鲜蔬菜、水果或者肉类都很方便。步行大约五分钟就可以去到一田百货，食肆和购物都一应俱全。由于单位改了做一房间隔，所以入到嚟是一个 L 型的客厅，比原职的客厅更有空间，可以做到客饭厅分明的摆位。厨房做了开放式的厨房，令到客厅更有空间感。望出去虽然都是楼景，但都有一定的距离。房间方面都有足够的空间可以摆到双人床和衣柜。厨房入面一系列的厨柜增加个储存空间，令到厨房更加整齐。更预留了位置可以安放洗衣机。洗手间方面现在是玻璃浴瓶企缸设计，设有窗户干湿分明。看完影片，大家如果对单位、屋苑或者大埔区其他楼盘有兴趣的话，欢迎攞翻我，多谢各位。